大家好，我是魏思驴，今天要教大家如何更换 Toyota 车钥匙的电池。首先，这个有一个小插口，你用一块铁片或者什么把它撑开。我这有一个塑胶片，把里面这个拿出来，这个芯片，然后转到这个位置，你看看有没有十字螺丝刀。不过我这有一个比较好用的工具，我就把它插进这个槽里面，然后旁边这里按一下。要比较小心，它这个比较是塑料的，所以容易断掉。用指甲把它顶住。好了，这就是里面的电池啊，我有一个更换过了，所以就不再更换了。它这个电池是 CR2016， 然后三伏的。然后把它装回去。就这样成功了。